我98岁那个奶奶啊，她个性很强，你弄她了，她会用力。哦，这样。妈妈很配合。你说98岁已经过去的那位吗？哦，你跟他做这么多年，他还会用力啊？对啊，不是刚开始的时候。啊、哦，刚开始啊、哦，后来就不会了吧？那是奶奶了，那奶奶，所以说一个大男生啊，跟他拉脚的不一样。哦，这样。听说那个也是朋友介绍，嗯哼，朋友介绍跟我讲，那个奶奶啊，个性很刚烈哦。讲要你去啊，要多注意哦，这样子。嗯哼，他会打人。哇，哈哈，这么严重。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南无阿弥陀佛？有。那是《法华经》日本的话，哎。他们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教育。啊。那是介绍。啊。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教派的人。我有亲戚是这个的。嗯。哎呀，我们长得就这个岁数了，什么奇怪的没看过。唉。他倒是有一个，最近有，起来才3年的一个叫做玉山菊园的。这个教派我第一次知道他，那我也有跟他们做玉山菊园，菊花的菊，啊，园是1块钱2块钱园菊园，哎，那他昨天那个老师很慈悲，昨天有来，他已经来第3次了，他也帮妈妈用精油按摩，他那个精油呢是他说是上天给他的灵感去配的，他弄了以后也是非常厉害哦，你知道吗？他来之前，他来做按摩之前，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帮他做按摩，他第二次来有按摩，那第二次按摩之前一天呢，我才去带他去公园，坐不住。啊，一手一放他就要倒，那他做完了以后，再一个礼拜，他就可以坐这样坐着，然后手扶着这样300下，待3分钟，200下，那2分钟，哦，我好感动哦。啊，这个礼拜就昨天他也来了，他原来来是帮妈妈做脚跟手，这次来他做脖子。他说我妈妈的脖子那边都气结的很厉害。他说我妈妈的颈椎那个地方气结。他经常脖子掉出来。对。啊，下次你来，我给他一个颈圈。哦。气颈圈。哦。北京的一个朋友到他的专利。哦，真的。那个戴上去他就会通了是吧？不是，脖子就不会被老是掉下来，但他会把它撑住。哦。他不会这样子。哦。他头老是低低的。对。哦，他的颈椎那个地方整个翘起来，他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在枕头上面这样。我讲那83岁的爷爷就是这样子。啊。他坐下头。哦。掉下来。我妈就这样。对。那是怎么样？是他脖子无力是吧？不是无力，他已经他都是这样子的，他因为睡了是平不了。嗯。这样抬起来。对。对。那很辛苦。对。哦，他脖子很累，那个呢，他就从这边把它撑着，哦，这脖子就会震，哦，而且那是不是 corset 一般的硬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很痛，我
我那个打气的。哦。可以松，可以软，都可以调整。哦哦哦。哎，老师，你真是什么都有。因为我有一次去香港，哦，去卖衣服、卖衣裙、卖衣服那里，结果呢，我看到，哎，这个东西不错，我说，啊，下次我们去北京，因为不久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嘛，我给你介绍。所以你有跟他代理吗？哦，不是吗？那你要推广啊！一定要推广，要秀的，有什么展览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放。哦。可是我参加过好几次他们的活动啊，自然医学的啊，嗯，我没看到你在展览什么东西啊？以前都高啊。我是因为那个刘建平他写到你，然后我才知道有林教授您呢。真的？哦，是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您三月份还要再开会啊？哦，三月份要再开会，这次谁主办？他是刘教授。哦，这次刘教授自己主办啊？不是，他每次都由那个严科院严博士啊。哦。